那尤其在这个竞争的市场哈，我们以前啊，这个自己种这个葱哈，包含这个哦，这个眼镜近视也是都洗葱哈，太大了，所以才会近视。那这个以前就是交给我们的农会，啊还会啊留一些自己去传统市场卖，好，就是有的。啊，这个等于这个农会符合标准的，或者是大宗的哈、哦，我们交给农会之后，自己会留一些到传统市场去卖。所以我到国中还在卖菜啊，啊就是这样子啊。啊，因为零售的一定会价钱会比较好啊。是，但是啊，市长要不要做这一块、啊？自己卖价格会比较好，但是你自己的。这个时间有限、嗯哦、你自己的时间有限，你就是可以卖一个早上，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都留下来自己卖啊、嗯、所以我们大部分还是要交给啊这个大宗的啊，大宗的那个价钱会差一些嘛，啊、哦、价钱绝对会差一些啊，有的没有办法自己卖，就是全部要交给大宗的农会，他会就派人来收，所以、啊、像我们以前就会留农会收、啊、我们要固定留多少自己到传统市场去卖，他、啊、那个卖的价钱，当然就是比较零售一定价钱会比较高。你刚刚说由农会来做这种栽培，对，农民交给农会做栽培、啊那个，现在设备不够，市长要不要怎么辅导？还是这个农会啊有这个需求，当然就是可以照顾比较广面的农民了、啊哦、我相信这个在农委会上面啊，这个要来争取。不是很大的困难，对啊、哦、像是我们配合市农会哈、哦、像之前我们这个在收割稻米的时候啊，那个在烘干机哦啊要增设的时候啊，这个不够，造成了、啊、台风要来的时候啊，农民抢割，抢割之后啊没有地方可以烘干哦啊，后来就是也是我们跟农会一起合作，跟农委会再争取经费不足的部分，市公所再去补助，哦，补助他也甚至现在有两个场域的可以烘干的地方，哦，像是这个这些问题，我们可以照顾比较广面的农民啊，啊，可以照顾比较广面的农民，这个农会他也要有适当的地点，嗯，提出规划，哦，啊，规划这样，我相信这个农委会在争取这个方面，只要啊你。这个、啊、自己都规划完成之后、嗯、我相信这个不是困难的，是好，好，谢谢市长啊，谢谢哦，感谢哦，谢谢各位。好，咱这里就是啊，拜安像以前阮田啊细细，吼，啊，就拢农会，就交农会啊，农会来会来收啊，啊，收好咱才去。咱有去外环市啊？有啊，都拢上去大卖市场，拢大卖市场。然后恁就恁爸就伊拢就代号给恁爸吼，恁爸都康宝啊，啥，拢袂使用名，然后代号，哦，啊然后代号你要拍伊偌济钱，你要啊你回恁爸来操作，所以真公平啦吼。这个去款啊吼，款啊拢唔捌，咱台北遐要去买台北市场买菜遐款啊吼。伊拢唔捌种即个农民杀人嘛，伊拢一号、二号安尼，用标号尔，吼，啊，咱就是，迄个这种标号非常重要，就是讲你一世人的信用，吼，对信用真的，你个标号人话，你拢用标号啊，吼。这边拿进来一点。